次 Haagen-Dazs 其实办了一个像月亮许愿的活动，然后一家其实也在官网上面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，这个是一家许的愿望。不好意思，我拿个眼镜哦。好，今年中秋节希望不要那么忙，大家大团圆。这次活动我们是希望可以由妈妈来给你加一个小小的惊喜。我有三个小孩子，老大一家，他目前也是从事戏剧方面的表演。小儿子呢，他现在目前在美国。一家是比较随性，然后他比较外向。因为小儿子现在去美国已经三年了，我会关心他们生活上，要他们自己照顾好自己啦。我们现在是设想是到时候一家他会先来到柜台这边领月饼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家出现的时候，妈妈其实就可以已经准备好，因为你已经换装换成那个店员制服服装了嘛。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是你拿着月饼，然后过来到柜台的位置，把月饼给他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这样子。哇，那到时候真的是，你妈会不会紧张？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来领月饼，谢谢。先生，这是你今天订的月饼，麻烦你把它来关。你怎么在这边？我是今天阿根大使的一日店员。整到你了。我是整人的啊，怎么我在？对啊，为什么我在哭呢？你这么搞刚的吓我，我准备个礼物给你。走，咱们去拿礼物。真的？好啊。请容我为您服务，来，请坐。不是啊，他老佛爷没看过。老佛爷。不过这礼物准备蛮久，是啊，在哪？它会是一个应该你蛮期待可以看到的礼物。啊？怎么回来了？中秋节快乐！第一时间接到这个邀约，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是毫不犹豫的。全家又聚在一起，这因为真的很久，所以很希望能够促成，但又觉得这个工程实在太浩大。如果他能回来，真的很好。我把自己当作是来探亲的，而且是给他一个惊喜。我觉得很辛苦啊，能够团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辛苦啦，辛苦下来了，谢谢。整了吗？今天才我是被整的对象吗？
今天的情况，会让我永远记住。我想我此生无憾。